一样都不少啊，一会儿我给你送回家。我开车来了。那我一会儿给你送楼下去。不用，我就找这双鞋。行了，你接着睡吧，我走了。这些呢？不要了。要啊，下次来拿。 我今儿有事在有事儿，拿不了这么多。等会儿，怎么着，舍不得我了？丁丁，别跟我玩这个啊！你知道我不吃这一套。你也别想吓唬我，你也知道我丁丁不处这个，咱俩散这事儿，你一个人说了不算。你别忘了。 咱俩已经散了，可我现在后悔了，只有我甩别人，还没人先甩我呢。你当我张大伟是你认识的那些小白脸啊？我的事儿你说了算。我知道你不是他们，所以我后悔了。我告诉你，张大伟，除了我丁丁，谁都配不上你。别太抬举。 行吗？电话响了，我帮你接。行了，别不自在了，我走了啊，下次我再来拿。等会儿，钥匙。东西拿完了就给你。 喂，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？你睡了吧？我刚才睡了一会儿，怎么了？你说话怎么这动静啊？好像病了，突然发烧还胃疼。那你等着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啊？不是你倒是吃啊！张林怎么说的？ 啊，哦，那个，让我给张林说了，嗯，我跟他说，再怎么着，这么晚了也不能把你气出来啊。他想接你回去，我跟他说啊，先帮你回去了，先跟我们家住两天再说。哎，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啊。娟儿，哎，这在这住着，别回去了。他不让我回去吧？他让我在这住的。没有啊。 我不说了吗？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。行，那我就不回去了，我在你这凑合两天啊。我睡这儿行吗？啊？哎，你要睡这儿啊？嗯。别，那个你们俩睡屋里，我睡这儿就行了啊。哎，那多麻烦。不，天天抱着他也烦。我抱着他也烦。 行，张大伟，你 OK， 我也 OK。烧这么厉害，怎么不早点说呀？再把衣服穿上，我送你去医院去。我不去医院。 咱这时候就不坚强了，行吗？我真的不去，我就是有点着凉了，我吃点药就好了。不是，吃药太慢，就你这样，到医院点一针烧就下去了。听话啊，走，别犟了。绝对不去医院，我不喜欢去医院。不是，廖晨啊，这事儿绝不能听你的，听见没有？走，廖晨。不去，张大伟，你别这样。
就是帮买点药，你要是非要带我去医院，我就不找你帮忙了。走吧。怎么了这是？我真的不想去医院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别带我去医院好不好？月晨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？没有。是不是那姓高的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你别说了。行，你要是实在不愿去医院，我给你叫个大夫来行吧？不用，你帮我买点药就行了。你这样我敢离开你吗？行了，你也甭管了，我让我哥们去办。喂，那个我大伟，那什么，有个急事让你帮个忙。你不是有朋友在那个医院吗？你能不能帮我叫个大夫过来？不是我女朋友在家发高烧。那什么必须快点啊，务必神速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拜托。那什么，我把他家的地址啊我给你发手机上啊。哎，好挂了啊。你说娟儿和张林不会真的闹掰了吧？不会，他俩呀和别人不一样。真不一样啊？你看，我就告诉你啊，凡是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在一块儿的，想分开都不容易。让他俩呀都凉快一阵儿，别趁热都说气话，他俩肯定没事儿啊。那要按你这么说，像咱们俩这么容易，这么顺理成章，那不是也容易分开吗？别瞎联系行吗？哎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这张林和娟儿，那就是活生生的一例子摆在咱俩面前了。你要是不好好过日子，卯着劲儿的做，他俩现在的今天，有可能就是咱俩的明天，有家都不能回。行啊。你要是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想给你好好过日子的苦心，咱俩早晚玩完，情可以疯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试试看，你要敢跟我抬腿就跑，我立马就撒腿撤。你撤呀，你撤呀，嗯，你撤到最后，咱俩还得撤回一个院子。还真是。你说娟儿睡了没？应该睡了。哎，你说他俩那正吵架呢，咱俩跟这儿是不是有点不太仗义啊？那怎么办呀？嗯，那停吧。停？现在停多折磨人呢。你说他们俩吵架怎么办？他们俩人都兴奋。你说咱俩得多缺少刺激吧？啊，哎，你说这张林跟那娟儿吵架，你是不是现在觉得特珍惜我？有点儿吧。这才像我呢。
喂，妈，我，那个，问你个事儿，那个粥怎么做呀？这么早你做什么粥啊？你说你什么时候做过饭呢？我怎么就不能做饭了？呀呀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你就告诉我粥怎么做。昨晚没睡好啊？挺好的。你俩呀，过两天就是你想他，他想你。到时候什么事儿就没有了，叫你们家那位先生别忙活了，一起吃饭吧。这故意表现呢，煎鸡蛋呢，你一来啊，激发他的劳动热情了。来，齐活吃饭。听说我一来激发了你的劳动热情，那我可不走了啊。那是，能有机会伺候你们俩，难得呀。今儿请假了吧？啊，干嘛呀？今儿提车呀，咱们车到了。哎呦。今儿有点悬，什么时候啊？换我。那 你自己去行吗？我要是能把车开回来，我要你干嘛使啊？就我考驾照那会儿那两下子，我哪敢上路啊？现在不是咱非得今天去吗？早点吃饭，早点开啊。那行，我今天上午呢，先去趟公司，去完之后陪你去，行了吧？你就不能先提车，完了再去公司啊？不是你现在一说要干嘛，怎么就不得空呢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没当回事儿啊。吃饭行吗？你这是为谁家的？你是要给谁做饭的？别问那么多了，那么多的呢？看，大米有了，小碗，小碗，舀多少？两个人，半碗够不够？啊，行。妈，我熬这么长时间了，这粥怎么还没好啊？这粥得熬成什么样才叫好啊？还长，舌头都烫出泡了。我尝尝。没好呢，还是生着呢。妈，你别挂电话啊！你别挂，你这挂了，我心里就更没底了。你就这么陪着我，陪我熬好再说吧。我跟你说，娟儿，我真不知道韩青他现在想什么呢。哼，不但挣钱提不起精神，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。嗯，对，就你一提到钱的精神头，能有几个赶得上你的呀？每天吃饭都这样，
娟儿这样的，我懒得说你。娟儿，你吃饭啊，你呀、得跟我学，甭管那话说的多倒胃口，该往下咽的时候你得往下咽。怎么样？这鸡蛋汤还行吧？本来是想出去给你买去，可把你儿扔家里吧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没办法，只能让我妈受点累了。挺好的。这可是我的处女作，绝绝对对的第一次。真的挺好的，你也吃吧。你周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自己尝尝不就得了？我自己做完我都不敢尝，我到现在都不相信我自己还能做饭呢。我跟你说，我妈现在在家里一定还没反过神来呢。我今儿是彻底把她给惊着。谢谢你，大卫。这话说的，一脚把我踹门外去了。廖晨，你能退烧我就放心了。谢谢你那个朋友，还麻烦他和他医院的朋友。廖晨，我是真有点弄不明白，你怎么那么怕去医院啊？廖晨，你跟我说说呗，你这个医院恐惧症是怎么得的？你是晕针呢还是晕血啊？我看我朋友给你打点滴的时候你可以啊，没晕过去啊。你去上班吧，我没事了。那怎么行啊，你这烧还没全退呢。我把你一人扔家里不放心。再说了，我走了你怎么吃怎么喝呀？我真的没什么大事了，再歇一天就好了，只是感冒。别说这没用的啊，肯定不行。你生病了我照顾你，天经地义。你一个人在外边，你爸妈在老家不惦记你啊？你这次生病了你告诉他们了吗？我不想告诉他们，不想让他们担心我，只想让他们知道我挺好挺开心的，不想让他们惦记我，想让他们安安心心的。孝顺。哎，咱怎么了这是？怎么还哭了这？你是不是想你爸妈了？廖晨，咱别哭啊！咱，你说就算你爸妈不在你身边陪着，我这不还在你身边陪着呢吗？咱回头找工夫，我陪你一起回老家看爸妈去。要不给他们订机票接他们过来呀、啊？不是廖晨，你要不我现在就打电话订机票接他们过来行吗？宝贝儿，不是咱不哭行吗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呢是最不怕女孩哭的。可是你这一掉眼泪，我怎么一点都扛不住呢？宝贝儿，咱不难受了成吗？那个我之前不跟你说过吗？以后你归我管，我照顾你。以后啊，你想让我照顾多久，我就照顾多久啊。
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觉得吧，你还是搬我那儿住吧，我那条件比你这好啊，我照顾你也方便。你跟我还没想好。大伟，你跟我是认真的吗？对你都这样了，算认真吧。你真的看不明白我是真的对你好，我对你真的动心了，廖晨，动真心了。那咱俩结婚吧。你不愿意啊？不是啊，我是没想到你这一脚迈那儿去了。那个结婚的事儿，我从来没想过。我不是让你现在就回答我，你想想吧，如果你真的对我好，咱俩就结婚。你不是因为我说让你搬到我那住，就想到这儿的吧？搬你那是同居，我不想，我想结婚，想有个家。不是廖晨，我是真的有点弄不明白你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你这话太刺激我了，你让我想想。你想吧。你眼睛往前看，不动就行了，不用扭。您自行车骑的我比你快，你看见了吗？哎呦，你踩刹车干嘛？前后都没车。你别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，说的我都越说我就乱，我都不会开了。我说媳妇儿，您这票是怎么考的呀？他们负不负责任啊？就您这手这么潮，上路那不就是杀手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哎，不是你拍他干嘛呀？我没碰他呀。那关了呀？怎么关的？有了。来来这个关了吧。不是你停我车呗，这儿能停吗？你一停这儿咱不找骂的吗？停边上，往前边上。你打灯了？打了。哎呦，累死我了。不是，又不是你开车，你累什么呀？我说媳妇儿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你开车我真没你累。你呀、啊，听我一句劝，就您现在这技术水平吧，您趁早打消这上路的念头吧啊！你说您这开车一走，我这心跟着满地下乱蹦啊！说，抓紧练练呗，熟了不就好了？这车也上手快啊。哎呀，老哥，这有车感觉就是好哈。是，这感觉我呀，下去喘口气儿就。喂，有什么指示啊？是不是丽龙潭那边的项目有进展了？主要是你没给我打电话吧，我也没好意思给你打，知道你忙。我这人啊，没准信儿，不愿意跟你多说。你这性格吧，就叫一个爽。哎，那这么说是有准信儿了？差不多了吧。哎，前一段时间没给你打电话呀，是因为他们老总出国了，刚回来。项目的事儿，我又跟他细说了一下，应该没问题。我咱俩还得去一趟丽龙潭。哎，这次你跟家里说好了啊，得待两天，连谈事儿带考察。我们旅游报社还负责给他们做宣传。啊，那不是又让我沾光了？算你聪明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啊，你方便的话借个车吧，我车蹭了一下。
成，没问题。我刚买了车，这回我拉你去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你看我这身是不是寡了？没事儿，不用寡的。哎呀，老公，我怎么就看着咱们家车比马路上那些车都顺眼呢？是挺好的。现在不说我买车不靠谱了，当初我买车的时候跟我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哎，媳妇儿，跟你商量件事儿，这车吧，我得用两天。干嘛呀？我公司有业务，去立龙潭考察，这事儿你得支持我啊！这是我到了业务部一个翻身的机会。笑什么呀？哎呀，当初我买车的时候，你扭头就走，说这车你根本用不着，怎么着？这刚提车就开始跟我抢了。我这不是有正事儿吗？再说就你这技术，不是还得再练两天呢？我还是不同意呢。过了吧。行，你要是用也行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，这车有用没用？有用。承认就好。哎，咱可说好了，既然这车你也用了，那买车钱就一人一半，油钱、修车钱各付各的。这保养费呢，谁用车用多，谁拿得多。啊，行，可以。还有，车不能拉女人，咱们认识女人除外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怕你有了车就学坏。咱家这车学不坏，放心啊。咱家车怎么了？我怎么看怎么好看。是。哎呀，这车是真漂亮。哎，媳妇儿，你呀也甭折腾了。咱俩生一小孩，你呢以后就跟家一心一意的支持我在外面赚钱，行不行？孩子的事儿啊，免谈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休想破坏我实行 AA 制计划。那要是我替我爸我妈求你呢？你把你爸你妈扯进来干嘛？不是，我爸我妈不都一直咯咯楞楞的吗？我妈答应我了，要是咱俩生一小孩，立马不跟我爸吵了。哎，海信，你这过了吧？人家劝架都用嘴，你们家劝架还得现生出个孩子出来。不是，咱俩这岁数要一小孩怎么了？不过分呢？你现在想要孩子目的越来越不纯了，现在更不能要了。等我把咱家经营上轨道再说。不是，为了你这个 AA 就六亲不认了是不是？你别跟这 AA 像有仇似的。我现在发现 AA 有很多好处。嗯，它不仅是一个理财的方式，而且通过它还能发现很多问题。你没发现咱俩实行 A 制计划以后发现很多问题吗？连你们家问题都发现了。嘿，说咱俩事儿呢，你别把我爸我妈往里头塞。那你别拿你爸你妈说咱俩事儿。我说像你这么毒的人怎么能突然想要孩子呢？原来是你爸你妈给你的任务啊，正中了你想破坏我 A 制的下怀。不是，你把话说清楚了，我读，不什么词儿听那么新鲜？不知道了吧？我告诉你，韩信，自从我跟你结婚以后啊，我就发现你是一个被生活潜规则的人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被生活还潜规则？自己都没想到吧？你说说你，晚上12点前从来不睡觉，早饭和午饭基本上凑一块儿吃。这一上 QQ 你就隐身，上网时间比上班时间还长，离了电脑你就不能活，一到 KTV 你就是麦霸，这社交圈基本就是原底，身边也就两个半朋友，遇到什么事儿解决不了了，脱不了关系了，你就只能干瞪眼，不思进取，盲目满足。你呀、基本上主动跟外界绝缘了，你就是一绝缘体，还想要孩子呢？你自己都没搞明白自己是还小呢还是长大了。何琪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怎么没发现你现在变成这副德行了你？我还告诉你啊，我就宁愿被生活潜规则，我也不愿被你潜规则，我不能就这么着事事都从了你。 , 笑什么呀你笑？
你都被潜规则成这样了，我哪还有心思潜你一下啊？再说了，就算我发了善心想潜规则你一下，我也受法律保护的，你不存都不行。告诉你啊，我要不是看你是一女的啊，不对，我要不是看你是我老婆，我掐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干什么呀？你走不走？不走我先走了啊，自己腿儿回去。现在离不开这车了吧？哼，我怕我腿儿回，您坐担架回去。哎呦，老家庭暴力呢？怎么？我这轻的。走了。我就拍拍到现在。哎，在屋里。哎，外边形势一片大好啊！啊，你来就正好，我有个事儿要和你说一下。说，咱们卖那药肯定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，有问题能有那么多人来买啊？哎呀，那程大夫他有行医证吗？肯定有吧，他干这又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啊？怎么了？你信不过我呀？你信不过我，你还信不过挣的这些钱呢？不是那意思，我只是想把这个做的这个事情让他更有把握一些。那个程大夫那行医证你看过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。你这个人做事还挺谨慎的，不过谨慎一点也好。这样，等回头啊，我把那行医证拿出来，复印一份放在你这儿，这样你就踏实了。这就踏实了。哎呀，看这架势，你马上就发了。那得谢谢你啊。甭谢我啊，谢你赶上好机会了，是你有运气。还得谢何琪。对，好好谢谢何琪。娟儿啊，你们最近忙活什么呢？怎么我跟你妈往家打电话总没人接呢？啊，家里电话坏了，你要是有事儿就直接给我打手机吧。啊，麻烦你啊。不要孩子的事儿，你回去跟张林说明白没有啊？说了。他扎嘴没有？给你脸了没有？没有，他同意了。什么都没说就同意了？这倒难得啊。爸再问。公司那边怎么样？张林好好做事没有？都挺好的，您就放心吧。报的账倒看不出什么。有事就跟爸说。啊，闺女。爸最近厂里赶一批活，忙完了就看你去。顺便再看看张林有点长进没有。行，爸。你跟妈都好好的啊。哎，我们好着呢，就是不放心你。你就放心我吧，我更好。下班来接我啊！哎，老公，慢点开啊，别剐了蹭了。行。哎，小心那车墩子。萍萍，哎，我车提出来了啊，改天约吃饭。那当然了，行，就这样啊，哎，拜拜。妈，我新车提出来啦，
晚上开车看你去啊。好嘞，哎，拜拜。哎，李娟，怎么着这是？熬不住了？哎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别扛着了，赶紧把娟接回去，给你倒杯水去啊。我这有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让我给你当说客去？这是挺好的。挺好，就是我替你受累了，一人伺候俩，做完夜宵是做早点，累着了我了，对不住啊。有钱难买我乐意，谁让是咱俩是兄弟呢？行了，不是怎么了？心里头别扭啊。哎，石萍萍这事儿啊，我还得接着劝你，你是真得小心，娟儿担心也是为了你好。哎，再说了，还有娟儿他爸那边呢，你别到最后没法收拾了。哎呀，把这给娟儿，你跟娟儿说一声，让她放心，让她对我有点信心，别跟那家里人一样把我看扁了啊。不是，这你为什么不自己给她呀？嗯，算了，你给吧，我想等这事儿做完以后再说。我跟你说，事实那是最有说服力的。你这是跟娟儿置着气的呀？啊，也不是。如果事情做不好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娟儿和她家里人面对相处了。哎，对了，娟儿她爸知道你卖药的事吗？不知道，我跟娟儿说了，别跟她爸说。如果这事儿让她爸知道了，那肯定立马就给我搅和黄了。行了。娟儿那边你就放心吧，啊，那跟何西待的好着呢。你跟何西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是让这何西闹的，是蒸不熟煮不烂的，没什么感觉了。随着他去吧，也随着我去吧。说句心里话啊，我跟娟儿弄成现在这样，我心里挺难受的，挺不是滋味的。我有的时候连哭的心都有了。你知道我们从来不吵架，我们舍不得吵架，能现在这样。哎，娟儿，哎，叔叔，吃点花生吧，你阿姨刚炉的。谢谢叔叔。啊、吃完还有家里头啊。哎哎哎，来，吃点毛豆，哎、毛豆。一会儿到阿姨那边吃好吃的啊！哎，阿姨，用不用我给你帮帮忙啊？啊，不用，琪琪回来我都从来不用她帮忙，还用你啊？哎，亲姐，要不咱都喝一块吃吧，这人多热闹。我怎么都行，你们定啊？哎，娟儿定，哎，娟儿是客人，那娟儿说了算，都一块呗。行，什么都行。哎、那我去准备去了啊！啊、哎、啊！真够热情的，瞧见没有？真的都对准我了。从来不帮忙，就好像我从来没帮过似的。说什么都得说我身上，不是人家儿媳妇吧？待会儿吃饭怎么吃啊？你从小不就喜欢吃两家饭吗？那是从前，现在吃两家饭，那就是受两家罪。哎，寒心呢？怎么进去不出来了？在屋里等着受训呢，我都不用猜。琪琪，进来一下。完了，我们家也开始了。坐着，多吃点，别影响你好心情。爸，您最近跟我妈还行？还行。啊、嗯，她要跟您说什么呀？您就多听着点，别往心里头去。哎，您这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干嘛呀？买菜啊。看书，有时候也到胡同里边转转。小新啊，你来一下。哎，哎，小新，你妈要说什么呀？你也多听着点，别太跟她犟。她脾气急，一着急啊，血压就高。哎、啊，行。
哟，我给您帮什么忙啊？啊？凭什么帮什么忙啊？这何其主意可真够正的哈！到底是买了台车回来。其实呢，车买了也挺好。光开台车回来有什么用啊？生个孩子出来才是正事儿呢。你们商量好没？什么时候要？我跟何琪商量过了，等沉一段时间再说吧。有何琪的事儿吧？是他不想要孩子吧？他到底有没有心思过日子呀？再说你不是答应我好好的吗？啊，他一句话就把你挡回来了，把妈说的话直接就甩在我的脸上。你是不是他老公啊？哎呦，我发现你这孩子怎么越活越随你爸那个窝窝囊囊的上了？你怎么不随点我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要是你，我就把何琪收拾得老老实实的。